长进，听说你哥要从进医院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他回来了会去哪个学校啊？你不会也要转校吧？我的哥哥并不是一个善于倾诉的人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妈妈将他带到我身边时，我就明白了这一点。我对他将一无所知。这是触怒神明的诅咒，不属于凡人，终被剥夺。你怎么了？我的精神力好像全都消失了，什么都感受不到了。林七，你家。The rain curtain will always pity you. The fourth realm. 算你小子平时是凭真本事嚣张。怎么才来？遇到点麻烦。远程怪神，放心交给我吧，你还有别的任务。去爬江大桥，在那里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让你俩白捡便宜了，现在可是真正的实战教学。来人，干他！风雪无痕。
风暴。亲眼目睹灾难的来临，海兽岩的继续发展将生成一只急速膨胀的风眼，风眼一旦成型，卷起的狂风将会轻易撕开无界空域，然后席卷整个苍南，它的力量足以将半座城市夷为平地。再多的糟糕，还是诅咒更为管用。毁掉了，是不是就毁掉了一切呢？我记得应该是放这儿了呀，阿进。
不一样。一旦检测到禁区使用者靠近，就会升起屏障，阻挡敌人的进入。不会的，队长说过，姨妈家有禁物保护，他们不可能靠近。未央没有异动，除非他们没有任何禁区能力，跟现在的我一样。妈，啊，我找到了。哎呦，你说说，这马上就新年了，怎么突然停电了？电力正在全力检修中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们节目将继续使用备用电源，在短暂的黑暗中继续陪伴在大家身边。与此同时，今年最后一场比新年的第一场雪已经来到苍南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冬夜里期盼着新年的人。
这是苍蛮之音陪伴大家跨过的第六个新年，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让我们共同在这场初雪中迎。喂，喂，小七，你在吗？小七，喂，姨妈。小七，怎么了？刚才你是不是不方便？姨妈是不是打扰你了？没有，没有，已经解决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不要累着自己，知道吗？今天过年呢。姨妈，今年的年夜饭你都做了哪些好菜？我猜肯定有清炖鲫鱼。当然了，还有红烧肉、香煎鱼糕、麻婆豆腐、芹菜饺子。还有玉米排骨。怎么都是我喜欢吃的？哎呀，这不是想着万一你要是突然能回来吗？不说这个了，要不你跟你弟说两句。嗯，好啊。喂，哥，阿琴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没有笨手笨脚的吧？哥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部队啊。你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啊，哥？挺好的。要是太累的话，回来也没关系啊。你这孩子，怎么分开还跟你哥生分了？净聊些没用的。哎，小七，对了，你在部队里有没有交新朋友啊？部队里有没有女兵啊？哦，还有，教官对你凶不凶？我经常看电视剧里那些教官们一个个都特别严厉，没事就折腾人，什么大半夜起床跑步啊什么的。姨妈，给优秀学生的小小奖励，你自会知道它的重量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上面来批都看看干嘛，还没批完呢，看看吧。后来我终于发现，不管是通过陡峭的小路、黑夜里的深巷，面对车流穿行的人行横道，
一个个崭新的环境，以及那些不太友善的人，我看到过无数个的背影。以前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他高，后来我才意识到是他觉得自己应该比我高。他虽然很少去表达，但我知道他辗转于内心的热烈与真心早已表露在每个坚定的决定中。能认识他是我最好的礼物。哥，你这作文写得怎么样？我起鸡皮疙瘩了。太完了点吧？不是，你说三拳就把我打死了。我看攻略，我也没有看明白。还有五个点。三彪，我出去办点事。哎，你个小 PK， 你坐都没擦完，拿着过来干嘛去？战神。他们家是毛子。哎，又看见闲板书，都看魔怔了。